现在上几岁啦？马上要三岁了，是不是要三岁了？哎呀妈呀，这节目晓得哪里写的了？爱金头戴头写的了。睡到了。睡到了啊，那睡到了，碰着了哈。我闺女今天早晨表现可好了，现在是不到八点钟，俺七点十几分就起床了。好久没七点多起床了。你的天亮了。天亮了啊，天亮了。为什么起这么早呢？是昨天晚上很勉强的让他早点睡觉了，不到八点钟就是上床。从今天这个样子来看呢，还是得再早点让他睡觉哈。妈妈到。淘妈到，嗯。咪猫。咪猫。咪咪。咪玉米。眼睛。眼睛。卡包卡，南瓜，土豆。那个是搞包牛蒡。妈妈买的咖喱。啊，妈妈买的咖喱。哎呀，真会说哈。这是你叠好啦。哎呀妈！啊，好，一来叠。妈妈太，哎呀妈呀！这他叠了毛巾呢，他叠的，这叫叠吗？看见这个脚，好看呀！哎呀，帮妈妈关门，加油！长大了，黑牙枪，慢慢都不睡倒了。啥看呢？啊？那什么？是吗？没有啊，没有鱼。还有这一块哈，好，这个留着，这个留着放学再吃。今天先吃这块。妈妈，谁呀？妈妈，这是妈妈，这是黑娜呀。哎呀，来到我们家地边了哈。这个地方吧，就是周围全是树，弄了我们这个地方还不见太阳。前两天一直下雨，下了黏糊糊的。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是有点太湿，今天不种了。今天天气好，让它晒一天，明天我再来种吧哈。你看这太湿了，太黏糊了。这个地方还可以，那里边更黏糊，那里边都有水纹，都有水那个感觉哈。看看这个季节山茶花开了，哎呀都开完了，这都哎呀，那全都是它草里边，没有时间来给它除草哈。这开了还挺好的，山茶花。这个地方就去今年吧，种了点花生，还没等着我们刨，就已经被野猪扒完了。这是野猪扒的，给你扒了溜光溜光的。我以前我都没见过枇杷什么样，来了这里之后才见到枇杷。这是枇杷的花，枇杷果的花啊。看看明明这个地方是有太阳的哈，结果你看这个阴影被这里挡着了，被这一片树一挡，整个我们家这个地里边全都是阴暗面，是不是不见太阳的？就是这个树，如果把这个树砍了就好了，是不是？你看这有一条线儿，黑道杠。这又热了啊，我都感觉出门的话穿个短袖出门都不冷，又热了要命。也就楼上让太阳晒的，这楼上都燥的哇！开始吃饭了哈，我回来了，今天啥也没干，洋葱也没种，这是前两天炖的关东煮哈，里边加了海带，加了鸡蛋，加了豆腐哈，炖的关东煮。这个是那种就是速食的咖喱哈，超市里边都炖好的那种，买回来直接就盖在米饭上吃就行了哈。别看它样子不咋地，口感还挺不错的其实。本来今天想带我闺女去看看她的脚，有很多粉丝朋友也说我闺女这个脚呢是不是这样式呢，我理这么斜着的，一直也想去看，也没下定决心。反正以前问过人家小儿科的那个医生说她能走路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再大一大吧她就自己会好，只要是说能走路就行哈，走路正常就行。哎，这不是
后期有时候看着吧，心里边也不得劲，也不知道到底是里边有没有问题哈。今天这不是下午有时间嘛，就寻思带他去看看呢。我就打电话给山口，我说你问问你搜索一下，看看咱附近哪个骨科比较好的哈。结果这老伙计给我打过电话来说，让我去那个什么稍微大一点的综合医院。当时其实我就嘀咕，哎，可以直接去综合医院吗？这里的这种综合型的大医院哈，他不让，基本上不让你本人，就是你不是着急的病，除非你打救护车，打救护车你可以直接去综合性的大医院。如果你就是这种小小病不疼不痒的这种的，你就必须得去这种专门的这种私人的小医院。你要是说真的想上综合医院去的话，你必须得先去这种私人的小医院专科的这种，去了去问人家，人家如果是这个病不能给你看，他给你开一个介绍信，你拿这个介绍信才能去那种综合医院哈。基本上平时你不能去的话，人也不一定给你看。以前我去综合医院生过孩子嘛，去那里我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检查都在小医院里边，就在那个妇科医院啊，小私人的小医院。到了后期要生产的时候，看我这个状态不能顺产，直接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去综合大医院去，让人家给看。这以后人家综合大医院就给你接受了哈。这不给山口问了吗？山口就问说一下，要是想去这种综合医院的话，要么就得去问问小儿科，要么就得去问问那种私人骨科啊。去这两个地方去问了一下，如果人家要是说就是做不了看不了的话，人家给你开介绍信拿着去。山口这弄完了之后，我说你这弄了很白弄一样，你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吗？所以就让你找找咱身边的骨科医院就行，你直接打电话给人家骨科医院问问，我闺女2岁多，不大到3岁，这小孩子你们骨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检查一下，是不是问问这。哎呀，这后期好，我说你真是说了一堆废话啊，浪费时间，你赶快给骨科打个电话。山口又给骨科打了一个电话，这一问能看是能看，但是好像是今天吧，周三，人家就看到12点半，就到中午12点半，下午人家休息，所以我们就周六上午带着我闺女再去看一看。我也是寻思去看一看她这个腿，如果没有什么情况的话，咱也放心哈。好，穿鞋。刚才这个小朋友有点害羞，是不是哈？你说不用害羞哈，这不用害羞，你的奶奶来接你了哈，不害羞是不是？好，拿书包。哪个是你的书包？哎，森森，拜拜，森森，森森，撒要那啦，森森，撒要那啦，奥斯卡老师，哎，真棒，哎呀，丢的，哎呦，从这下来嘛，哎呀，今天表现真好，你看看你这个裤子，你的裤子今天弄脏了啊，脏没脏？你这前边，你看看这前边，你过来，我看你这个裤，这里前边。哎呀，怪不得了，你又把裤子穿反了，这是反面啊，黑大强，这是屁股那块儿，这是后边，怪不得这么脏。回家跑喽！哎呀，你看看今天多开心哈，自己走路上学，自己走路上车，是不是？就应该这样式儿哈。好，先看见我唱买了哦，哥哥买了，就看见一块糖了，这是。好，上车坐着吧，我接。谢谢嘟嘟。啊，谢谢哥哥呀，是哪个哥哥买的？吃面条吧，又背着书包，天天背着书包。面条，不想吃面条吗？你过来看看，你尝尝，我给你一块尝尝来。面条都做了，这个像是打卤面吧。鸡蛋，对呀，你尝一根来。米蛋，那你先尝一根哈，先尝尝我煮的这面条。好嘞，面条。你在干啥？哎呀，慢点，摔倒了，你看。哎呀，怎么了？摔倒了，你不能慢着点吗？不能啊，快起来。哎呀妈呀，快东西洗个手机吧，手脏了。再弄点面条。一斤米的。好，哎呀，大鸡蛋，你看我给你弄这两块大鸡蛋。一斤蒸的。啊，蒸的蒸的。行不行？没了。没了，对，妈妈买面条，前两天没有了，妈妈。昨天是前天去买的面条，来，妈妈再给你点吧。好，来，哎，这面条好吃是不是？这面条可有劲道了啊！这个虽然是像挂面一样，好吃啊！虽然像挂面一样的这个东西，乌冬面嘛，是不是？哎呦呦呦呦呦呦！
又有啥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嗯，这么着，真有劲的哈。妈妈，热水。凉水啊，好，我给你去弄哈，等着。凉水。凉水呢？谢谢。好，加了点冰块。真的，真的也得。啊，冰块，嗯，也得。嗯，今天真热，今天热，我家开了空调都热，感觉今天。嗯，放点吧，快吃吧，把面条吃完。嗯。悠悠。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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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先放这吧，等爸爸回来之后再吃。啊啊。爸爸。嗯，好，给爸爸挖点。挖点。哎，好，行了，先挖这些。好，等爸爸回来不够了。啊，给爸爸放这啊。好，行了，快去。爸爸的筷子，爸爸的面条哈。尝尝。一起尝尝啊！好，我们一起尝尝。嗯，下。行了。来，谢谢妈妈。好，不客气，我们一起尝尝。妈妈痛。嗯，这太好吃，这是角瓜。老爸爸回来了，哎哎哎，好一些啊啊啊！给爸爸弄的面条啊，哈，好一些呢，告诉爸爸，好一些，给他吃一袋大脑，呢，旁边的呢，基本上还行，还行的呢。맞다别等爸爸感冒咳嗽了，穿上给他吃了啊。가서옥산마디났다って。今日電話鳴りよ。私も来れないよ。あ、眠たいさ。はい、あ、何が？眠たいって。あ、いや、まだ眠いの。あ、いや、まあ、いや、まあ、うちお客様ね、ホテルよね、戻りましたよね、帰りましたよね、ホテルに。合住宾馆，然后现在是，六点半，六点，这张三是早的了，正常得七点半、八点钟左右回来嘛，六点半回来，吃完饭、洗完澡，半夜南京去他那一次吗？二级、三级？嗯。嗯，二级、三级去的，哪里する？いろいろして、何時から家出るの？1時間ぐらいから出る。1時間後、もう4時ぐらいね、4時、5時ぐらいも出る。事務所にいて、なんか勉強するの？仕事をしたり。うん。勉強する？ね。しない？勉強ほとんどできんね。ああ、仕事だけ？はいまい、仕事そんな忙しいの？仕事そんな忙しいの？ね、そこ少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哎呀妈呀，在事务所で何してるの？愛人とデートしてるの？啊，愛人できたの？这老公天天的，两三点钟就起床了，四五点钟就离家出走了，晚上就回来吃个饭、洗个澡、睡个觉，半夜就走了哈。ね、お客さん、お客様。ならいたかとって。で、何、どこ、ど、ここ痛い？どこ痛い？ボンボンボン。ボンボン痛い？なんで痛い？ボンボン痛い。爸爸、ボンボン痛い。又咋的了？又咋的？回家去。哎呀，我看看我闺女在写字呢。哎呀，真会写字哈。嗯，长大了好好学习哈。你看看写的，甲骨文。嗯，这写的啥意思啊？啊，给妈妈解释一下，这写的什么东西？啊，这都是黑大强写的哈。你看你啊，闺女写这些，你看写的。嗯。家。啊，家，走，上楼还得背着书包，你看没有？还有拿手电吗？哎呦。